大家好，今天来种斑斓叶。这个斑斓叶啊，我这个挖好的孔位我直接放在中间，两侧的土把它盖起来就可以了。啊，这边的土质它是比较带湿啦，啊，这个比较有水气的话，它的生长会比较好。啊，原则上这个啊，它种起来会有这么大颗啦，啊，半个人的高度是跑不了，所以说这个距离我才取一大步的间隔。这个啊就是斑斓叶，也有人叫它香兰叶。这闻起来它没什么味道，我煮起来的时候它有芋头香味。其实啊，这个斑斓叶啊它很好生长，一般我们种在半日照地方就可以了。啊，最好的地方还是在有水气比较阴凉的地方，对它生长会更好。我们刚种下去啊，这几天要记得天天要浇水，先让它活过来。那今天这个斑斓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